我覺得玫瑰是特別代表到愛情和熱情的，所以這些這樣的日子我覺得買玫瑰是最適合的。他知不知道你送回來的？他不知道的。專門是給你送的？都是的，不過他可能都估到吧。多少錢啊？這扎花用$300。覺得是否預算之內，和今年的花價貴不貴？今年差不多，年年都會打算怎樣慶祝啊？沒有，沒有慶祝。